最近有跟 NONO 见面吗？或者是联络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这个当然就是过去大家都是一个工作伙伴啦。我觉得这个反正这个环境，大家只要有事情，就会有一个他们去处理的方式啊。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话事权啊，我也不是法官啊。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事情就这样。所以他近况有平安吗？我们不回答这个。对，跟今天的主题无关。是，你长得还蛮帅的，你家里温暖吗？那天宫庙有关心海军吗？在宫庙的活动上，你们还是对，因为这个就留给社会去公平。我觉得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加油。你们也很辛苦，你们回去没有的交代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也要帮你加油，我帮痛苦加油才对，我帮痛苦加油了五六年，那还是要面对啊。痛苦最近好吗？痛苦最近开心，开心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他今天的在节目上面有多聊几句，这表示今天没有太多想事情的。所以他多话的时候，代表他蛮开心的。对，所以大家看节目就知道最近的状况怎么样。哦。啊，因为很多事情要他自己去回答。